心电图呢是在四肢和胸前导连接导连线，记录心跳周期中呢额面和视周面的不同部位的电位变化曲线图。分析这些图形可了解呢心脏跳动节律频率，心电传导、心肌供血是否正常。超声心动图是用多普勒彩色超声波检查仪来观察心脏的形态、心脏瓣膜有无病变，测量心脏腔室的大小、血流速度和方向。超声心动图检查就是我们利用特殊的彩超源仪器，通过探头，通过这种声学的方式，把探头放到指定的区域，通过声学的检测方法与去那个检测心脏整个的结构，包括主动脉、肺动脉、主肺动脉、二尖瓣、三尖瓣，看上这些的结构。它首先呢是心房、心室以及主动脉、肺动脉的大小，心脏各瓣膜呢开放关闭是否正常，有无瓣膜的反流、瓣膜的赘生物，等等。